敢不敢挑战一只温顺的猫 pose 五连拍？来吧，从哪拍？温顺的哦。温顺的，以你刚刚那个阳刚的性格，你是可以温顺的，是吗？好，来，开始，来，我们哪个镜头？是这个镜头， 对对，这个镜头，好吧。来，你们就拍吧，我就不停了。OK， 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四，四，五，相当可爱。不是，我刚刚这好多动作是我得掐着他的手才能摆出来的，自己猫是不会摆这种动作，但你可以掐着他的手摆，相当可爱，相当可爱。我看到大家的手，全部都是打哼哈哈哈哈啊！来，最近快乐的源泉是什么？还是小猫？最近快乐的源泉是看到好的剧本。然后再加一个，再加一个。再加一个，就是看到所有听完歌的人。再来一遍啊，再来一遍啊！快乐的源泉是快乐的源泉是看到所有听完歌了之后的好评啊！对，是这个是的，这个是的啊！口头禅是什么？我的口头禅处对象吗？真的假的？是我的口头禅？真的假的？是吗？真的假的？好，希望大家怎么提起你？提起我，拎起我吗？不抱起我，就是说起我，说起你，这怎么说起我？我给你个几选项，这样你好选一点。好呀，说你是好的演员，然后说你是好的歌手，还有一个说，啥都没有，就长得好看。你这个并没有让我这个选项好一点。没有吗？我不想被这样抱起提起。那你想被大家怎么提起？我想被大家，茶余饭后就都聊聊我，就是有的没的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说一说，就已经火到了这种程度。哇！我最后补那句完全在意料之外，好不好？就是茶余饭后都可以说说，就火到那个程度，没办法，有这个感觉出来了，相当可以啊。